这把剑就是我的答案。我要的是你的命。或许你可以告诉我，这梦的主人是谁？看清楚，你的对手是谁？在你面前，我好像不需要解释。是你打乱了这局棋，不打算补偿我。关于我的过去，你还知道多少？这力量给了你，不要让我后悔。三年长梦，你终于醒了。